我们跳完了这个红苹果，美少男红苹果呢，已经把圣诞老公公引诱出来了。可是呢，就只有一位啊，我们应该要几位才对呢？给你猜，六位。嗯，好像快要接近了。来，我们呢要来欢迎我们的圣诞老公公，小朋友，掌声！耶！圣诞老公公出场了，准备发礼物给小朋友了。来，小朋友，哇，这是圣诞老公公啊！等一下呢，你都可以跟他贴近哦。等一下呢，你就可以跟他拍照，因为他等一下会下去各班发糖果。耶！但是呢，还没有发糖果之前，刚刚主任有讲过，我们呢这个节目啊，这个节目呢是为了要感恩。而且呢，小朋友也写了许愿卡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呢，要抽出我们的幸运的小朋友，那我们呢，就可以得到一份神秘的小礼物哦。期待吗？期待。每个年级才一位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小朋友哟。来，我们。请我们要抽出我们的幸运小朋友，请我们的圣诞老公公来帮我们抽。现在这个是一年级的小朋友，来，各位小朋友好。一年级哪个幸运班级呢？八号，一年八班。一年八班的幸运小朋友，一年八班的幸运小朋友，请上台。老师有把你的名单拿到我们辅导室来的。一年八班是尹希君、尹希云。好，二年级。年级。二年九班徐硕谦，请上台。好，三年级。三年九班吴景仁，请上台。四年级。四年二班曾文轩，哦，请上台。五年级。五年三班李清华，请上台。六年九班刘中堂，请上台。我们请圣诞老公公发我们的神秘小礼物。来，念到的名字的小朋友请上台哦。
上来，三年级。啊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要放弃了哦。好，三年级没有哈，我们就放弃了。好，来，小朋友，立正，面向圣诞老公公。好，现在圣诞老公公把神秘小礼物送给我们这些小朋友，幸运小朋友。好，赶过来，赶过来拍一张照，赶快在这边看看老公公。